大家好，这里是火花娱乐，去南京，然后还是稍微买了一些东西。这是南京博物馆的参观指南，我们去南京博物馆转了一圈。然后这本绿色的笔记本是在南京博物馆买的。看一看，买了冰箱贴、明信片，还有这个乾坤万有笔记本。乾坤万有笔记本，然后这三张明信片，我是啥也不懂。樱花三七，陈之佛，这是冤狱藕花，陈之佛。荷花双燕，为什么买这个笔记本呢？是为了盖章。然后南京博物馆是大报恩寺塔琉璃拱门，这是镇馆之宝。丝路之灵，这些我就不知道了，这些长得像狮子一样。这是什么什么鱼，这犀牛还是什么飞蜥蜴，看不太仔细，反正是那边有一排的印章，然后我们就忍不住，就要全部把这个印章盖完，然后买了个笔记本。这个是印象南京吗？南京印象明信片，这是哪儿？没有介绍。不知道，这里有，美龄宫，这是美龄宫。为什么要写英语呢？这是新街口，我们就住在新街口，我们住在金鹰国际，是哪个楼？不知道是哪个楼吧。紫峰塔。南京眼没去。然后宣武湖我们也没去。夫子庙我们当然也不去了，不喜欢游客太多的地儿。中山 Pier 啥记名 Temple 记名寺，去没去？不记得。我不是很满意这个明信片。然后这个是在一个商场里，在金鹰国际，就是我们住的那个里面有个小店，礼品店吧。我对象买了一个这个。看到海贼的东西就比较喜欢，然后买了一个木这种拼图，改天我们可以把这个拼图单独拼一下。好，今天就到这儿。